阿空，这么简单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闭嘴，他可难着呢，并且就连一头最普通的猪都有5亿的生命值。在这个号称 MC 史上最难的模组里，拥有着超过120种模组整合，除了体温、口渴、真实砍树等概念，就连史蒂夫的身体都被区分成了8个部分，无论哪个部分出事都会影响行动。如果头部和身体同时没解，史蒂夫将直接死亡。在这里用手撸树得花上很长时间，如果在此期间没有补充水源，会被活活渴死。并且还有真实的体温系统，冰天雪地中衣服穿不够会被冻死，太热没有避暑直接热死，要是挖地道挖到岩浆还会被直接蒸发。这么难的生存模组，你们敢来试一下吗？